小朋友稍微分组一下哈，然后帮他换衣服。好。是我们今天的小小男主角以及我们的小小女主角，欢迎我们的毕业生进场。好，我们进场有我们的大班的廖老师带着我们可爱的宝贝，还有我们的星光爸，慢慢的走到我们的舞台中间。好，我们掌声先欢迎我们的廖老师。还有我们的刘老师、刘先林老师，谢谢，这是他们这三年最美丽的时候，平常在学校都是非常辛苦的。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可爱的小朋友，我们要依序的，我们先转到我们的狗们旁。好，那我们小朋友可以走进来喽。怎么会的人像在竞选的感觉，温柔一点，温柔一点。好，我们练到的要站在拱门中间，爸爸妈妈帮我们拍一下照片哦。来，我们第一位。好，首先我们欢迎毕业生游宏凯小朋友。哦，掌声欢迎他，恭喜你毕业了。好，好了，可以过来找爸爸老师。周静伦小朋友。哦，恭喜你毕业了。好，来找爸爸老师。于伯恩小朋友，对，恭喜你。好，来游子杰小朋友。好，陈云珍小朋友。你走太快了，来不及拍照，补一下，补一下画面，补一下画面，来拍一下，拍一下。对，好，要站在叉叉。OK， 好，谢谢。王鼎立，好，要站到叉叉的地方。对，恭喜你。好，来。司怡安小朋友，好，怡安，恭喜你毕业了。哇，不错不错，来，很适合学美，来这里。陈宏宇小朋友，很有气质。来，看一下宝宝，宝宝，跟宝宝妈妈看一下，对。啊，宝宝看到你的宝贝，跟他挥一下手哈。好，对，尴尬的笑容哈，来，我们准备来。刘新宇小朋友，好，恭喜你毕业了。好，来到这边来。何新田小朋友，好，欢迎新田，恭喜你毕业喽。好，来，再来这里。陈博宇小朋友，好，博宇，恭喜你哦，也恭喜你毕业了，长大喽。好，陈冠宇小朋友，好，冠宇，好了，好了，就走到我这边来。江玉彤小朋友，好，
于凯豪小朋友。好，站站站站，恭喜你毕业了。好，来来来来，他很紧张哦，第一次毕业哦，没关系。詹宇怀小朋友。好，跟宝宝挥挥手，哇，好有礼貌，好不好？好，来下一个海豚班的王佑成小朋友，好，欢迎，跟宝宝挥挥手。好，来杨婷婷小朋友，好，婷婷，恭喜你毕业了。洪佩琪小朋友，好，佩琪站在中间，站在。你很忙哦，你要赶三点半哦，来来挥挥手。哎，我还会侧身哦，这样看起来比较帅。来来，找到他老师。子瑜小朋友，这里这里，好可爱，好，谢谢你，来，好棒。陈彦伦小朋友，好，彦伦，跟我们挥挥手。哎，好，来来，找到他老师这里。陈冠杰小朋友，好，冠杰，哦，不错，这个非常标准，好，来，过来我这里。晨晨小朋友，好，跟爸爸妈妈挥手，不急，叉叉在这里，对，跟爸爸妈妈挥挥手，哎，看爸爸妈妈挥手，跟爸爸妈妈挥挥手，对，好，陈佩珍小朋友，好，加油，佩珍，挥挥手，好，谢谢，好，以上为我们的今年的大班毕业生。哇，以上是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祝福他们，恭喜你们毕业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我们学校的大家长，欢迎我们的园长妈咪跟大家讲几句话，掌声欢迎。好，各位爸爸妈妈晚安，午安。好，很开心我们今年又在这里相聚哈。其实最近网络上很多人都一直在讨论准公幼，他们都觉得说准公幼的体制是因为原本就经营不下去，以后才会转换准公幼。那这一句话我可以跟你们大声的说，思源的体制非常的好，我们不是因为说做不下去才改准公幼，而是因为我们希望说让爸爸妈妈以最少的钱，然后让孩子得到最好的学习。其实在新北市找到这么宽广的场地，其实很多家长都有上去找过，非常的少，只有思源才有这么宽广的场地，能够让孩子在这边跑跑跳跳。我们的教学呢，其实是很多元化。那明年我们会再加入闽南语的沉浸教学，我们希望说孩子能够用闽南语回家跟阿公阿嬷一起聊天，让阿公阿嬷也能知道说他在学校学些什么。那我希望说我们的教学能够得到家长更多的认可，所以希望以后呢，我们还能继续得到各位家长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好，谢谢我们辛苦的园长。其实，经营一个学校，其实真的还蛮辛苦。那我们也感谢爸爸妈妈一直对我们思源的照顾哈。然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主任，最帅气的主任。各位家长、小朋友、老师们，大家好。啊，在这重要的日子，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给我们的毕业生小朋友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好，首先要先感谢所有的家长的支持与鼓励，你们的支持是老师们，是学校们的动力，让他们能够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当中，得到家长们的支持。好，再来谢谢所有的老师，每天那么认真辛苦耐心的带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家长们应该也知道，带一个小朋友很不容易啊，一次带12个带15个更不容易，对不对？你们说是不是？然后现在今天主角们是这些小朋友，我们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让我们带回的典礼赶快的开始，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主任，我们主任平常很低调，如果不知道的可能会以为他是保全人员，很壮，他在学校都是静静的看，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马上伸出援手，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颁发毕业证书、毕业生礼物及教育局礼物，我们请刘主任颁奖。
好，我们由何心瑜、何心田小朋友代表领奖。好，毕业生家长代表致辞。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毕业生黄鼎立的家长。欢迎我们鼎立爸爸。园长，各位家长，小朋友，我这次很荣幸能代表这次的毕业生的家长来跟幼稚园致辞。那我想，我可以把四年前的因为疫情而没有举办那个毕业典礼的致辞礼，顺便一起跟幼稚园这边答谢。我们会接触到私人幼稚园的原因，是因为我大儿子的关系。那我大儿子他比较有亚斯伯格跟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那当初我们在找寻幼稚园的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那我们首先会找到的条件，都是属于有特教资格或者是有一些特教设备的幼儿园来做询问，但是我们问到的结果或者是老师给我们的答复，其实是非常的消极或者是非常的被动啊，要么就是无法胜任，或者是名额额满。那在心灰意冷之时，我们开始搜寻比较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幼儿园的时候，那我们打电话来到那个私园幼稚园这边，那我们得到的答案其实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而且很缓和的答案，就是你可以先把你的小朋友带来看看，好，他如果能适应，那我们就可以让他待在这边继续的成长，好，那这个让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安心。那所以我很感谢，就是私园幼稚园能给我的大儿子一个进入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机会。那他的弟弟也在同时进入这个幼稚园的状况。那我每天看到他回到家里都是笑眯眯的，那他们都会迫不及待的分享在幼稚园发生的任何事情，然后不论是美劳作品，或者是画画作品，或者是今天体育活动的内容，这个都是让我们觉得小朋友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长大而且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那我相信在这个幼儿园的成长过程之中，是他们人生中最有意义最有开端的一个开始。那他们的第一次的喜怒哀乐，第一次的成就感，第一次的失落，第一次的等待，第一次的焦虑，甚至是今天第一次感受到离别，他们都是在这个幼儿园开始的。所以我很感谢私园幼稚园的师生们可以给黄鼎立也给各位同学这个机会，让他们从这边开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旅途的开始。那在此谢谢各位的老师，然后各位同学的家长，让我们能够有缘能够在这边相处，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我们，谢谢我们鼎立的爸爸。我们黄爸爸也真的很谢谢对我们学校的支持，因为其实对一个有特殊孩子的家长，其实爸爸妈妈也真的很辛苦，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走来，谢谢你。好，毕业生代表陈宏宇的家长。好，谢谢爸爸。他自己会走回他的位置，不用担心。对，他有自动导航。园长，然后在座的师长、各位嘉宾，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大上班陈宏宇的妈妈。今天本来应该是由宏宇爸爸来致辞，但他临时有事，所以就由我来。那宏宇爸爸其实在数十年前
跟各位毕业班小朋友一样，都是思源幼儿园的毕业生。那我相信在座应该不只有宏宇爸爸，还有很多爸爸妈妈应该都是跟他一样，都是思源的校友。我们很感谢思源幼儿园传承一脉的教育理念，带领我们的孩子们。我有点喘，好，不好意思。我还记得，我孩子刚进幼幼班的时候，他不会说话，还包着尿布。那时候，唯一会讲的就是汽车厂牌的名字，其中最常讲的就是奥迪，所以后来大家就叫他陈欧迪。对，他刚开始进来的时候，看不懂图，也不会写字，拿起笔都是鬼画符。但四年下来，他学了很多词汇，学了很多字，然后会数字，会拼音，会读写简单的国字，现在甚至还会签爸爸的名字。小朋友的家长可能要注意，小孩子会模仿你的字迹，我们孩子有学到。好，当我们孩子也曾经经历过困难的时刻，就是孩子曾经畏惧退缩，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拒学，每天早上上课前都会大哭大闹。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思源幼儿园，就是帮我们带领孩子，引导孩子。我们当然也曾经经历过疫情最困难的时刻，但非常的感谢思源幼儿园，就带领我们的孩子经历这一切。这四年下来，我们孩子成长了，懂事了，成熟了，然后也懂得知恩惜福。这些除了思源幼儿园的团队，我们要感谢各位陪在孩子旁边的这些宝贝们，因为有你们让我们很完整，让我们相伴成长。那这边当然不是只有宏宇的点滴，也是各位孩子们的成长历程。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毕业了，我们要带着思源幼儿园给我们的祝福奔向我们的未来。那我最后呢，要祝福在座的师长家庭身体健康，一切顺心，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平安健康的长大。那我要祝福思源幼儿园校运昌荣。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的孩子宏宇也能够像我一样站在这里为他的孩子致辞。谢谢大家。好，谢谢陈宏宇的妈妈，妈妈请留步。宏宇，赶快成家立业以后，能想要再来读吗？我们就三代同堂了。好，谢谢陈宏宇的妈妈。好，好。好，先颁奖，颁发义长奖。义长奖得奖的有游宏凯小朋友、施怡安小朋友、李子宇小朋友、陈宏宇小朋友、陈彦伦小朋友。面大的要站到台前来哦。好，现在我们请刘奶奶帮我们颁义长奖。好，欢迎我们的奶奶。啊，我们奶奶今天穿的跟工程相混哦，啊，比照的那个娶孙女的仪式，那个服装非常隆重，因为这是我们小朋友，我们思源重大的日子啊，哦，奶奶特别盛装来祝福我们的小朋友。哦，老师你要欺负奶奶，她知道她刚走过来要十几分钟，啊，从第一个开始吧，好，恭喜你，啊。奶奶呢？平常其实，在我们学校里面是已经算是吉祥物了。每个小朋友上去一定要看到奶奶，跟奶奶挥一下手。奶奶也非常的开心看到小朋友哈，哦。奶奶每次都会开着她的超跑，会在我们园区里面晃着晃，看看小朋友有没有乖乖听话。好，谢谢我们的奶奶。来，奶奶，我们站在小朋友后方。对，站在小朋友后方。不是，这中间就可以，对，主任要帮奶奶瞧一下位置，对，啊，对，好，对，好，我们奶奶曾经也是，哎，奶奶你的口罩都拿下来，比较漂亮，对，好，来拍照一下，耶，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朋友。好，谢谢奶奶，奶奶先稍再等一下哈，还有别的奖项要吗？颁发思源宝宝奖。好，拿到奖项的请先站到后面，奶奶请留步哦。奶奶，我们大概有108项奖要颁，你要站久一点。颁发思源宝宝奖得奖是王佑成小朋友、陈彦伦小朋友、李子瑜小朋友、陈宏宇小朋友、于伯恩小朋友、周静伦小朋友、江雨桐小朋友、陈云珍小朋友、陈柏宇小朋友、尤宏凯小朋友、黄鼎立小朋友、于凯豪小朋友、司怡安小朋友。好，来，我们请我们的奶奶帮我们颁发，小朋友站过来一些些。好，以上的小朋友呢，都是在我们学校念了4年哦，像读大学一样念了4年，从幼幼班就已经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所以呢，每一个都是最资深的小朋友哦，恭喜你们！我们这个奖项呢，也特别请奶奶，因为刚好我经过我们学校最资深的奶奶来颁发最资深的好宝宝奖，那个思源宝宝奖，恭喜你毕业喽！哦，恭喜我们的宝贝，在这4年一定有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地方。好，把它记起来，有空一样要常常来学校看看我们老师哦，还要看看刘奶奶哦。小朋友拿到奖项，把你的奖状拿到你的胸前。那主任帮我把奶奶的放在正中间的地方，小朋友往中间靠拢一点点，跟奶奶一起合拍一张。对，好，宝宝妈妈把你的手机拿起来，帮我把重要的时刻拍下来哦。来，小朋友看着宝宝妈妈跟大家挥下一个，耶！恭喜你们毕业了，好，谢谢。那同时也谢谢辛苦的奶奶，谢谢我们再次掌声恭喜我们的小朋友，也谢谢我们的刘奶奶，谢谢。好，请小朋友先回你自己的位置。好，请小朋友先回自己的位置。好，毕业生请退场。来，奶奶要先在下面先休息一下哈，我们待会最后面还有一个刘奶奶奖，等一下哦。发刘奶奶奖得奖的是陈云珍小朋友。好，欢迎陈云珍小朋友，请上来。主任，你怎么把奶奶请下去了呢？叫她上来很辛苦的。这个人跟人在一起是缘分，这个奶奶跟她特别有缘，不知道小朋友特别喜欢刘奶奶，每天过去呢都对着我们奶奶呢非常的。投以爱的拥抱给他，所以奶奶呢特别准备一个奖项要送给他，哦，这个是牛奶奶奖，所以那个明年大那个小班跟中班的还有机会哈，记得加带来学校先抱奶奶，3年以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奖项了，啊，这个妈妈心机比较重，从小就开始训练他，所以奶奶只记得他。好，谢谢奶奶，好宝贝，好，颁发园长奖，得奖是黄鼎立小朋友。这个应该是以后看起来最有机会当园长的小朋友呢，啊，不是啊，啊，好，谢谢，恭喜你毕业了。你如果当园长，千万不要开在思源旁边啊。好，开玩笑，颁发主任奖，得奖的是王佑成小朋友。佑成，恭喜你。哦。会拿到主任奖，就是汉超跟主任差不多的。
我们找到最强壮的那个，一次俯卧撑可以做200下。好，跟主任合拍掌，耶、yeah ！好，下一个，我们的陈老师，谢谢，好，恭喜你。颁发品学兼优奖，得奖的是何心宇小朋友、何心田小朋友、陈冠宇小朋友、周静伦小朋友、游子杰小朋友、杨挺婷小朋友、陈冠杰小朋友。好，这些小朋友呢，都是我们平常老师呢，在教学的时候呢，特别踊跃发言的，啊，然后在学习的，反应呢，效果都不错的，所以老师特别把它挑选出来。请刘主任颁奖。好，我们请主任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表示这几个孩子口才都很好哦，未来不是当律师，就是当老师、建筑师，应该就这几个人哈。恭喜你！哎呀，好，这是他的。你要转过来面向宝宝，转过去面向宝宝妈妈。哎，好。恭喜！还摇一摇嘞哦，那个都是假的啦，里面都是包卫生纸啊，你们想太多了。好，开玩笑的。小朋友很好奇哦，拿到那边摇一摇。颁发热心服务奖，得奖的是江雨桐小朋友、陈博宇小朋友、于伯恩小朋友、于凯豪小朋友、詹宇怀小朋友、洪佩琪小朋友、陈佩珍小朋友、陈晨小朋友。好，来念到名字的请站到舞台前面。好，我们请刘主任颁奖。这个是在我们平常课程教学的时候呢，需要当一些小帮手啊，需要帮忙老师拿东西，或者是需要指导小朋友的，都是这一些很厉害的小朋友哦。对，这个都是以后很适合当参选那个议员，是不是？当立委会啊，立委嘛。好，恭喜你！检定成绩优良奖，陈宏宇小朋友、陈彦伦小朋友、陈云珍小朋友、陈博宇小朋友、陈冠杰小朋友、陈晨小朋友、游宏台小朋友、游子杰小朋友、陈品燕小朋友、庄炫伦小朋友、蔡之成小朋友、陈柏树小朋友、黄俊浩小朋友、周汉轩小朋友。好，我们由中班小朋友代表领奖。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园长身兼我们的朱心善老师，来为我们来颁发这个奖项。来，我们中班先站到前面来。
好，请我们的园长来帮帮。这个我们这些小朋友的都有经过我们的珠心算检定成功，合格成功的哦，恭喜你！来，我们中班的小朋友退到第二排，就站到哥哥姐姐后面。对，来，大班往前进，中班站后面。中班的小朋友请站在后面。啊，那个站着毛根不拉屎哦，站很久哦，要加收钱吗？开玩笑，开玩笑。小朋友站得太开心了。好，我们也来报告我们大班的小朋友，恭喜你。好，谢谢。好，中班请退场。好，中班也可以退场了，谢谢，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大班，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在校生家长代表致辞，我们请凤安静家长。好，我们请妈妈上台。各位园长，然后以及所有的家长，大家好，我是凤安静，凤姿宁的妈妈。那我的小朋友来到幼儿园已经两年了，在这期间呢，有遇到许多学习上还有环境上的不适应。那我真的很感谢园长跟老师，在我的孩子不适应的时候，会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把玩具撒一地，然后大吼大叫，没有办法控制情绪。可是老师以及园长从来没有责备过小朋友，也没有责怪过我们任何一句话，反而是用爱以及关怀慢慢的帮助我的小孩可以适应这个环境。现在我的小孩每天都很开开心心的要上学，我对园长以及老师我真的觉得很感谢你们，请接受，就是谢谢园长对孩子们的照顾。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还要再感谢一位长辈，那就是我们的刘奶奶。奶奶，谢谢您，好，就是创造了这个这么好的幼儿园，有这么用心的师资，优秀的师资，那也有这么好的校园，让小朋友可以跑跑跳跳，在这么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好，小朋友一个安全的幼儿园里面可以在跑跳，有室外的场地空间，可以让他们很健康的茁壮。那对此我真的谢谢奶奶。那我今天想要，奶奶，谢谢你们，还自己带花嘞，哦，这么用心。支持的这个办这个教育，谢谢。那也请所有的家长，我们给奶奶一个很热烈的掌声。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哇，我们请宝贝送给他可爱的鲜花。啊，来跟宝宝妈妈抱一下。对，妈妈你要蹲下来跟小朋友抱一下。哇，可爱的妈妈，谢谢。好，好，谢谢，请站长。在校生致欢送词。好，我们请我们的在校生请上台。在校生。毕业生，还没有轮到你们哦。
在校生致欢送词。对，大班我们要先到下面哦，你们跑错，你们跑错摄影棚了哦。我们弟弟妹妹呢，也是每天跟着哥哥一起唱唱跳跳，玩游戏的时候呢，也会一起玩游戏。所以呢，今天重要的日子，我们的在校生也有一些话要献给我们的哥哥姐姐，还有在座的爸爸妈妈。好，来，小朋友 ，attention， 再来一次 ，attention。好，我们站好的小朋友，把你的手手放背后。好，小朋友请开始。这个是三重奏，确定他们都有讲话，这样就好了。看得出来他们感情不太好。已经有人讲到高雄去了，有的人还在台中。哦，这个开的比较慢。在校生致欢送词。好，接下来是我们英文版的哦。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英文班的小朋友要用英文版的。我们也是坚持用一支麦克风就好。对对对对。好。哦，这次两支哦，两支就厉害喽。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毕业生的哥哥姐姐哦。
好，毕业生致谢答辞，请开始。接下来我们要英文版的哦。我们邀请我们大班的每一位小朋友、一位家长到我们的舞台这边来，我们要接受孩子的奉茶。来，大班的爸爸妈妈，请一位代表到我们这边来集合，谢谢。会请我们的小朋友呢，准备一杯淡淡的茶，要献给我们他最亲爱的爸爸妈妈。三年要毕业了，他已经成长了。成长他的人生当中呢，已经成长了一些些。那每一个成长呢，都有每一个成长需要学习的目标。那今天我们的宝贝呢，完成了他一个小小的使命，也要感谢在此同时呢，也要感谢平常照顾我们的爸爸妈妈。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小宝贝，请上台。来，亲爱的大班的小朋友，请上来。好，看到你爸爸妈妈，先站在爸爸妈妈的面前，先站好哦。对，好。好，现在站在前面的是我们的宝贝，啊，今天毕业喽，哎，宝宝妈妈跟孩子挥一下手，
让我们的孩子站在您的面前。好，那小朋友要注意听老师的，听何芳老师的指令哦。把你的双手先拿着，对，好，来，小朋友把你的双手抱着我们的水，抱着我们的水杯，好，用你的手温度，让我们的茶叶的慢慢感受到你的温度。来，小朋友，双膝请跪下，好，看着爸爸妈妈，小朋友。这杯水呢，代表我们对爸爸妈妈的爱。现在用你手的温度去感受哦，去慢慢的把我们的水杯加温，就像爸爸妈妈每天呵护着我们一样。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爸爸妈妈，每天无私的照顾我们，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一定陪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呢，他也在旁边陪着我们。当我们成功、快乐、开心、喜悦的同时呢，他都一直在我们的身边照顾我们。今天我们准备这一杯水，要好好的谢谢我们的爸爸妈妈。来，小朋友，我说爸爸妈妈，请奉茶来说，大声一点哦。小朋友，请奉茶。好，爸爸妈妈端起小朋友手上的这一杯水，然后呢，请你喝这杯茶，好好的感受一下小朋友对你的爱。这一份爱呢，是你应得的啊，也是我们的小朋友人生一个很重要需要学习的地方。爸爸妈妈，我们也给舞台上的爸爸妈妈掌声鼓励一下，也给我们的小朋友掌声鼓励一下。小朋友呢，在思源这三年的成长，已经学到很多很多了，但是要谢谢我们的爸爸妈妈一直对我们思源的照顾。哦，好，来，喝完了以后，爸爸妈妈把我们的小朋友扶起来，给小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好好的鼓励他一下。对，爸爸妈妈，小朋友呢，这个时候也要亲一下爸爸妈妈。对，亲一下，说爸爸妈妈辛苦了。对，好，谢谢我们的爸爸妈妈。好，再一次抱紧一点，抱紧一点。好，到我数到，我数到三才可以放手。一，紧一点。二，摇一摇。三，谢谢我们的爸爸妈妈，谢谢我们在座的爸爸妈妈，也自己掌声鼓励鼓励，也给舞台上面的爸爸妈妈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宝宝妈妈，请起立，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好，我们从右手边起立场。来，宝宝妈妈，帮我们一只手牵着小朋友，一只手帮我们搭一下椅子，顺便搭下去，好吗？谢谢。帮我们把椅子顺便搭下去，折起来一下，谢谢。感谢你们，谢谢宝宝妈妈。我还有多少泪？给我们掌声鼓励。辛苦了，辛苦了。
气比较大方一点。后面两个在演感情戏哦。准备了。搭乘中华航空公司二班机往檀香山，旅客请由第二号门登机。Passengers on China Airlines flight two, departing for Honolulu, please proceed to gate D two。我这空姐迫不及待要出来了，出发啦！滑动滑动，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看到，再回第二次，哇！掌声欢迎到来可爱的宝贝，还在早点早点。没关系，第二跳就好了，你的帽子比你还抢戏。对对对对，就跳就对了，很好。是哦，可爱哦。感觉上我们的小女生比较有节奏感哦。嘿，大声一点！哇，越来越大声了，100分哦。
好，十秒钟，三十秒，慢慢走，我等你们下来，慢慢走。好，二十秒，来，小朋友可以站前面一点，跟爸爸妈妈自拍，快点。穿这么漂亮，要拍一下，对不对？好，十秒钟，五、四、三、二，好，跟妈妈抱一下，谢谢，请退场。好，接下来呢，哇，又是我们的英文的曲目了。
Please sit down, drink some tea, and play with me. Uncle, Uncle, please sit down, drink some tea, and play with me. Auntie, Auntie, please sit down, drink some tea, and play with me.把你的手比出来，耶！十、九，慢慢走，慢慢来，没关系。八、七、六、五、四、三、二，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也谢谢爸爸妈妈。来，小朋友，天旭 ，one two， 来起立。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请退场。
来，宝宝们班开放拍照时间，小朋友不要动，要变动微笑。耶耶耶，章鱼跳完了，哎，还没有要，没有站起来，没有站起来，你的动作一样比出来给宝宝妈妈拍照，快点。看到牙齿，笑嘻嘻。十、九、八、七，我们先拍团照，当然的会。另外十秒钟，直接可以小朋友站在你旁边跟他自拍，好不好？六、五、四、三、二，好，来，有一个粉小朋友自拍，小朋友起立。哎，宝宝妈要叫小朋友到你身边的，可以，你要往前，你要往前，宝宝妈站到前面。来，我们的宝宝妈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跟我一起 dance。没关系，
6 5 4 3，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要爸爸妈妈再次给我们掌声，谢谢我们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泰国恰恰恰，带来的闪耀西班牙，掌声鼓励鼓励。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跟他合照的部分是
三二，好，来，小朋友起立，去站在爸爸妈妈前面，跟爸爸妈妈一起自拍。对对，我们会有两个阶段，所以不用担心。好，待会小朋友会先就定位，你可以跟他的同侪、跟他的动作先拍一张，然后最后面会再做自拍，所以会满足你们的需求，你放心。对对对，好，最后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还没拍完的，最后两秒钟吗？二、一，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好，谢谢我们最可爱的喵咪班又要出来喽！哇，他为我们带来的是世界真可爱，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够可爱了，有这群可爱的宝宝哦，让我们的生活呢增添了不少趣味。好，宝宝妈妈，我们要看这个小幼班的表演奖，基本上要有个观念，基本上他们只要是活的，我们都有99分的，不要奢求太多，好不好？他们没有站在台上哭给你看，已经是99分了。剩下一分钟呢，只要他会动，哇，那就功德圆满了哈。所以大家看看我们的宝贝有没有100分，就看这个时候了。没有也是99分。哦，你看小朋友，光这个服装就迷死人了，萌呆了。而且你厉害的是，你看哦，他们现在瞧好了，都不会乱动哦，都不会乱动哦，因为他们后面都有保险栓，都有保险丝，保险要打开才会动。对对对对，哦，太厉害！哎，这个都没有乱动，好厉害！老师平常训练有素。对对对，那个一定没有绑好才会乱动。来，把你的棒子拿起来，棒子拿起来，准备放在你的小脖子旁边。对，好可爱。哦，看到我们的宝贝在为我们带来的世界真可爱，这是我们的喵咪班要我们带来的表演哦。
先不要叫他，对你，你往前就好了。站到前面，站在爸爸妈妈旁边，跟爸爸妈妈一起合拍一张。来，小朋友站前面一点，跟爸爸妈妈一起拍照。好，十秒钟，对，跟爸爸妈妈一起，十、九、八、七，啊，你全部的脸遮住，爸爸看得到。五、四、三。好，谢谢我们的可爱的宝贝，谢谢我们幸福的宝宝妈妈，请就坐，请回到您的位置哦。好，来，请给我们音乐。动作先把枪要拿起来啊，小女生，来，小朋友枪拿起来，五、四、三、二，好，来，小朋友站前面一点，跟爸爸妈妈一起自拍，对，好，来看一下这边，看一下跟爸爸妈妈自拍一下，十、九、八、七、六、五。四，哇，好棒，哇，对呀、啊，小朋友很棒，要给他一个拥抱，鼓励他一下。三二，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好，小朋友请观场，直接就找我老师集合了。
Thank you.
谢谢，来爸爸妈妈直接到前面来，啊。好，五，来十秒钟好不好？给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可以自拍的。对，五，四，站靠近一点，才有办法跟爸爸妈妈一起拍一张哦。四，三，好，二，一，好，谢谢我们的宝贝，来带着你的乐器，还有我们的表演的，赶紧去找老师集合喽。When you say わかりました I say Hitachi Toyota Kawasaki Nintendo Canon Sony Honda I'm losing my way Oh,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anbei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ese And show me Porsche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すみません I fall in love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ramen tempura When you say ありがとうこんばんは I say Suzuki Yamaha ユニキロとシバカシオこちら I'm losing my way Oh, but where should I go? 新宿そべ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ese Show me Polish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先拍船照，手不要动哦。五、四，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来。三、二、一，好，小朋友到前面去，跟爸爸妈妈拍一张自拍的。
Bananas for monkeys. A sandwich for me.
there is a bear at the zoo. Hear what it says. There is a parrot at the zoo. Hear what it says. Hello, hello.你们没有比较 ending 的 pose， 耶、yeah, ！掌声鼓励一下。好，谢谢我们的宝宝小朋友，宝宝妈妈可以到前面跟小朋友合照一张。来，最倒数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紧接着呢，是我们最后一首歌。我们出国玩了这么久，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土地。
10秒，10、9、8、7、6、5、4、3、2，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来，我们小朋友直接留在原地上。好，来，中班的小朋友先站到红色的线线上面。中班的小朋友站红色的线线。今天的表演哦，快要即将到了尾声，感谢爸爸妈妈一直跟我们小朋友呢，在这边宽度我们的毕业典礼的时光。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啊、哦！今年的夏天呢，我们的小朋友一定印象深刻，因为是他跟他最好的朋友即将道别，那也是我们小朋友成长的重要的时光哦。那期待呢，这个时光呢，永远让我们的小朋友记在心里面。有空的时候呢，常常回来跟我们的老师一起叙叙旧，跟我们的老师聊聊天。有空这样子呢，还可以回想起我们的小朋友在思源边快乐的点点滴滴。好。我们台上的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待会呢我们会一起跟着我们大班的哥哥姐姐一起来唱唱跳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跟所有思源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起唱歌跳舞的时光哦，要好好的珍惜。我们平常呢每天早上呢都会有我们的老师跟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做神招，一起唱歌跳舞。今天呢这一次是我们大班的哥哥姐姐最后一次跟我们的弟弟妹妹跳舞了，要好好的珍惜哦。好，来，那请我们的小朋友，小班的小朋友也起立，常常起来呢、哦、好，跟我们的汪老师我们一起来跳我们的毕业，跟我们思源的源歌好不好？好，来，小朋友常常起立的、哦、起立起立。好，来，音乐慢慢拉小声，我们准备要来唱思源的源歌咯。好，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没？大声一点，准备好了没？好，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思源的源歌。好，要大声哦。中班的也很厉害哦。哇，给我们掌声鼓励鼓励。好，紧接着呢，我们要邀请我们所有思源的工作伙伴，我们辛苦的老师，我们请上舞台。来，大班的、中班的那个小班的小朋友请坐下，还有欢迎我们的奶奶跟我们的老师，奶奶跟我们所有的老师请上舞台来。好，来，老师，我们的坐上到舞台，小朋友请坐下来，第一排的坐下来，第一排的坐，第二排的要站着。好，第二排的小朋友坐下来。对。好，我们最后面呢就用这一首我的老师不是老师啊，不是每天呵呵我们的第二个宝宝妈妈，我们欢迎我们的刘奶奶，奶奶在哪里？好，来，我们奶奶在第一位，奶奶是最资深的老师，小提琴的声音啊。好，小朋友跟着音乐拍手。好，会唱的要大声唱哦。每天，那个奶奶是我们思源的好宝宝，老宝宝。
们花束要献给我们的奶奶，是我最我最爱的宝贝要献给她的哦。还好，我们也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我们请主任给我们的每一位老师，谢谢我们老师每天在寺院里面的辛苦付出，谢谢。音乐，我们的音乐老师马啊，廖老师、欧老师，还有黄老师、阿娇老师、徐老师，谢谢我们辛苦的老师，也谢谢好丽丽老师，我一两岁，佩佩老师。小浩老师、阿北林老师、跟我们的音乐美人老师，哇，每位老师呢，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毕业典礼呢，也正在非常辛苦的老师每天的努力来，好不好？我们再次给我们辛苦的老师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好，开门。哦，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节目最后呢，我们特别请我们的老师呢，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有规定不能超过10个字，避免耽误大家的时间。老师有，我们有尽量减少。先请刘奶奶，刘奶奶可以讲200个字，没关系。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奶奶，跟我们大家讲，谢谢。讲几句话，快点，奶奶，你最大。我们剩下半个小时都是你的时间。亲爱的家长，大家好，谢谢你们大家的参加，谢谢你们各位，谢谢谢谢奶奶。来，我们请每一位老师，短短的一句话，不能超过10个字哦。我们开始数喽。没有啦，开玩笑的，几句话就好了。祝我们的毕业生鹏程万里，谢谢，越来越好，很好，希望你们能很快适应国小的生活。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祝福你们。要想我们哦，祝你们一路顺风，毕业快乐，鹏程万里，健康平安，事事顺利，要回来看我们哦。好，谢谢，这是我的演讲稿，等一下啊，各位亲爱的宝宝们，大家好，我是宝宝，我们看一下，好，来小朋友，我们大声的说，老师谢谢你，好不好？来小朋友，1、2、3，开始。好，说老师我爱你。好，然后呢，把你的双手举起来，跟宝宝妈妈说，谢谢宝宝妈妈。再次谢谢我们辛苦的老师，来，所有师恩的老师跟爸爸妈妈一起敬礼，好不好？敬礼！谢谢，这是我们师恩所有辛苦的伙伴，还有我们的园长马平，还有我们的刘奶奶，谢谢大家今天一起跟我们参加我们师恩的毕业典礼。好，来，如果有要鲜花的小朋友，不是，是爸爸妈妈给到大家的，小朋友请站起来。好，爸爸妈妈，如果你有鲜花要送给我们的宝贝，送给我们的老师，可以这个时候上来，那也可以跟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合照。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开放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以及我们的宝贝，好不好？好，小朋友跟爸爸妈妈挥挥手，音乐继续放。好，老师，我们再留步一下，好不好？是不是老师是我妈妈，在幼儿园把我拉拔。好，宝宝宝宝，这个只能停留，只能停留2分钟，拍一张照片5块钱，记得留给老师。不，现在涨价了10块，要跟老师拍照的赶快。那个刘奶奶，刘奶奶拍一张要100块。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欢迎宝宝妈妈上台跟我们的所有师恩的老师们一起合拍一张，在最后的时刻，重要的时刻一起拍一张，谢谢你们。好，要拍照的时间，马上把握。